麻烦你过来一下，不是，我等一下再找给你看。好，来了，这里不能停车啦。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外地的哦。对啊，我来找朋友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不能停车，懂吗？ 你说车不能停这边吗？对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先移一下，快走。不好意思哦，林妈妈，我来了，江源。嗨，江源，你千万要记得，他什么事都忘了，过去的事千万不可以提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是，吗？凌晨，江源来看你了。好久不见，对不起，你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在南非工作走不开。现在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真的，我江源啊，你忘记了吗？ 你跟江源啊，在大学时期交往，你还带他回来家里过几次。你车祸昏迷的时候，他一直打电话来问说你有没有好一点？你怎么连他都忘了？没关系，凌晨没事就好了。来，这是我带回来的南非博士茶，趁热喝。 来，林妈妈好，谢谢，小心烫哦。江源，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啊？我暂时会留下来。对了，那车祸发生的原因调查出来了吗？警察结案说是意外，他爸爸就把车子拿去报废了。江源难得回来。 你要不要带他去果园走走啊？顺便叫你爸爸回来。你爸以前常说想要出去旅行，结果遇到你出车祸。现在你身体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可是爸最近不是在忙？没有啦，现在又不是采收期。我前几天才听说。 他正在联络进肥料的事情，那都是借口。反正你叫你爸回来就是了，没关系。难得回来，我也想兜兜风。凌晨，方便一起去吧？你妈虽然有点奇怪，但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我在想什么，你好像都知道。我问你。 我们之前的事你全都忘了吗？所以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吗？有。我大学毕业后就出去了，这十几年世界各地到处跑，当背包客。我在哪里都会让你知道，你发生什么事也会跟我分享。我来，不要动。 群羊补习班，谢谢。群羊补习班也太多了吧？对呀，我发不完，帮我妈好，可以。我来，你就休息。来补习班，我来背你。好臭哦！我想说，你以为是什么？出发，林伯伯。 我江源，好久不见，您好吗？晨曦，你怎么会突然跑来啦？爸，你要去哪？我正好要去后面果园施肥，我来。你先休息一下吧，你去陪你爸。来，晨曦，快进来。 喝看看爸爸泡的柚子茶。来，这片果园虽然不大，但是我种了不少东西，照顾的也还算不错。来，你把自己弄那么忙，应该很累吧？多劳动对身体好吗？再说了，退休了不找点事情做，日子很难熬的。 爸妈问我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？是不是你妈跟你说了什么？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。你跟妈到底怎么了？没事啦，我跟你妈很好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上次你说有警察问你谢老师命案的事情。 那后来他有再来找你吗？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。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，连江源也忘了。忘了反而好啊，一切就都重新开始啦。现在身体恢复了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知道吗？昨天隔壁果园送了一些水梨来。 我去洗干净，切给你吃。爸，不用忙了啦，我去帮你。不用啦，小事情。你能来看我，爸很开心。待会留下来一起吃饭。 你先坐，保持联络。林晨曦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你车祸前跟严胜华见过面吗？五金型监视器拍到这段影片，请问你严胜华当天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 而且我不，我知道你要说你不记得啦，但这回答现在听起来很可疑。我没有理由杀谢老师，有没有理由你也忘了吧？你有查过我通联记录吗？过去这几个月，严胜华有打电话给我吗？那你凭什么以一个监视器画面就觉得我有嫌疑啊？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严胜华跟你见过面。那你问过五金行附近的商家了吗？说不定他们有人看到我跟严胜华讲话。附近商家我问过了，他们对你没印象。说实在话，我今天本来要你到派出所到案说明的。 我很乐于帮你厘清案情，还是如果你跟我去一趟五金行呢？说不定我会想起一些事情，也可以帮到你。早安，早早，早早啊，是不是有个怪味道？味道很浓郁，是我啦。 公车站旁边的阿妈需要大家帮助，怎么样？你也嫌臭哦，就很可怜。我也是跟阿妈买的，干嘛穿平底鞋啦？自在啊，就照方蜜的规定啦。你没看他生气，故意叫你打扫，随便啦。方蜜在吗？ 我主管要我把资料拿过来，柯弟弟，你来咯。赶快进来。好，对，就是那里。对，用力一点。这是在干吗？不知道。对，舒服。你真的很棒耶，秘书室，你好。 是，方蜜，我差不多该回办公室了，好，不急。你的手真的好嫩哦，蟑螂，丁豹，蟑螂，你在干什么啦？蟑螂在这边那，那方蜜，我先回去了，等一下。去哪里？奇怪，蟑螂，你，你给我出去！ 蟑螂，蟑螂出去，蟑螂。谢谢，是我要谢谢你啦。但你以后不要再帮我了，不然反而害到你自己。我没差啊，反正方秘说我刚来公司，也要把一些资料消化一下，没差啦。所以。 芳蜜都趁恰工的时候吃你豆腐哦。今天按摩还算好。他之前有时候会说话说一说，就摸我的手，然后说我好壮，或者是打一下我屁股这样。你性别意识真的很低耶，被性骚扰都不知道，性骚扰这三个字。 在男生身上跟在女生身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！我们那个部门的同事就常常说，说什么我是手女杀手，被摸到是我赚到。所以只要有跟秘书是有什么沟通的事情，他们都叫我来，不喜欢就要拒绝。但我需要这份工作。 所以你以后也不要再为这种事情生气了啦，不然方蜜真的会找各种名目刁难你。我才不怕咧，反正我本来就不想要这份工作，可是我有个臭脾气，你越要我走，我偏偏要留，管他的，几岁了啊，还那么任性！ 怎么样？没看过这么呛的姐姐哦，姐姐，你明明看起来就比我小，嘴巴真的很甜耶，难怪这么的芳蜜藤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如果我们要一起找线索，你可能要先相信我。那你有想起什么事情吗？没有。 不过我跟严胜华碰面之后去了哪里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上车。你回家之前有来过这里？我来这边干嘛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喜欢都可以看看哦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啊，晨曦。晨曦是你吗？你去哪了？ 怎么这么久没来？我很担心你耶。你认识我啊？他出了一场车祸，什么都忘了啦。你好，我叫小刘。你好，我叫可可。我第一次来这边摆摊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摊子弄到了。你刚好经过这里，帮了我。 后来你就常常来找我聊天，我还推荐你拼布还有羊毛毡的书。原来我家的书是这样子来的。不过你手真的好巧哦，可以做出这些拼布跟羊毛毡。医生有说你的记忆什么时候恢复吗？没事啦。 你记得以前我们聊天都在聊什么吗？我记得我们就大概随便乱聊啊，像是你会告诉我你客服班的工作，说你很喜欢小孩子，有时候还会聊到你弟弟，说你很担心他，他很常晚上出门乱晃，大概聊的就是这一些。其实你的生活很单纯。 可是好像不太开心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总觉得你好像有心事。可可小姐，借问一下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严胜华？应该没有。他是谁啊？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我们最近刚好在找他。 你跟我说过，你没有什么朋友，也没有带人来找过我。小刘应该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吧？小刘先生，麻烦你多关心晨曦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林正业，我想要知道我以前生活过的什么样子，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？ 为什么问？就是车祸发生之后，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。我想要知道我到底过得开不开心。你以前很好啊。妈是不是出门了？出去了。你不觉得妈最近很奇怪吗？她一直在跟我说爸在果园的事情。 我不懂妈为什么硬要让爸回来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没有啦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那严胜华呢？你有没有见过他啊？你之前一直在当背包客。对啊，我之前去留学的时候也去过不少地方，我最喜欢奥地利。 因斯布鲁克、哈修塔特，你有去过？有啊，有个旅居奥地利的钢琴家刚回来，我替几个企业家安排他办钢琴独奏会，但他一直不答应我。你说的是沈于琳吗？你知道他？认识啊，我之前当过他的翻译啊。 后来就变朋友，对，就是朋友。不要想这么多，需要帮忙吗？需要。好啊，来，好有话题哦。不然你们就慢慢聊。然后我跟晨曦喝完，我们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新工作怎么样？ 终于有人关心我了。拜托，当然不好啊。每天被叫去打杂，调整一点就好。来，瞄准目标，往前看，目标矮一点，不公平啦，很厉害啊。叫前男友帮忙，你教我们啦。来。 身体侧一点，往前看，放松。你不能再封闭自己了。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我不需要朋友。杨佳音、陈志玲，以前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结果他们满口谎言。你知道他们有多恶心、多虚伪吗？ 如果没有心，就不用来上班。都几天了，服装仪容还是不及格。方蜜，好久不见，又要去开会啊？带新人去仓库盘点。你快生了吧？你们部门那么忙，你突然怀孕真的很不负责任。请产假之前。 我会把工作都交接好，方蜜，请放心。大猪请产假的时候，还在家上班待命呢。要谢谢方蜜当初的提醒，要我替公司着想，要不然我差一点就成为薪水小偷了呢。你请保姆了吧？不然小孩子生出来，交给你爸妈带也可以。 不管怎样呢，赶快回来公司上班，还有尽快恢复你的身材。你是公关部主管，千万不要肥得像猪一样，知道吗？生小孩到底哪里有错啊？我们不是应该对怀孕的女性更多体谅和包容吗？而且你换个角度想一下。 生小孩不就是为了增进社会的生产力吗？这样我们未来的职场上就有更多的新人可以用耶，不是很好吗？我突然想到那个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叫你整理名片已经很过分，连储藏室都要你打扫。 到底是怎样得罪方蜜啦？一言难尽。而且我现在很黑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不然我害到你。罗小南，方蜜要你进来开会。好，刚员工打来派出所，说发生命案当天院内做了消毒。 厂商的车就停在草坪旁边的路上，看要不要查一下车子的行车记录器。上次怎么没讲？对不起，因为是长期配合的厂商，想说都是熟人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加上这边靠山，然后蚊子很多，所以老人家很怕会被叮。 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会查啦。你们只要据实以告就好。好，不好意思。这水泥板什么时候做的？这个是上次消毒的时候，顺便请厂商做的啦。本来是要这样子一路做下去，可是那个发生命案，然后加上厂商有其他的案子在忙。 所以就停摆到现在，还没有完工。学弟，来，脚踩上来。师傅年纪多大？大概多高？五十六十岁，瘦瘦矮矮的。行车记录器，去查一下。威灵养护院命案，警方持续调查当中。 退休教师谢志忠日前疑似是在自己的贵宾病房惨遭杀害。黄姓护理师于四点半例行巡房发现之后，立刻来报警。警方到场时，谢志忠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今天下午，检察官律法医进行相验。林正业，你要去哪？ 有勒痕，还有体内大量的安眠药剂林震液，研判是他杀。喂，怎么样？学长，不好意思啦，知道你在忙，还请你来支援，不要紧啦。反正我刚好经过谢志忠的命案，有点焦灼，不过我会尽快。 林晨曦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？我弟刚出门，我有点不放心他。你真的很关心你弟，这么晚了还出来找他，所以你还是觉得我有嫌疑吗？上车啊，不是要找你弟。嗨，嗨，沈榆林的独奏会已经安排好了。 今天是我想要特别好好的谢谢你。其实你也不用为这种小事特别感谢我，你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谢谢。干杯！干杯！香槟比较适合慢慢喝。我相信你是一个绅士。我好像又更了解你了，是吗？ 怎么说？其实你很理解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，而且你也利用这个刻板印象，让自己身为女性得到好处和方便，对吗？你是在讽刺我？虽然我回来不是要跟凌晨复合，但我还是希望有凌晨在的场合见面。 这样会对彼此比较好。你不担心凌晨想起更多被你伤害的细节吗？现在我只希望他不要想起严胜华。拜，我弟在那，等一下。林正业，你这么晚了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你要去喂流浪狗？他是警察，小刘。 你姐很担心你，我送你们回去，我们自己回去就好。谢谢哦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是谁？你干嘛在我身上写这么多东西啊？忙肠炎开刀住院几天，就碰到这种疯子。 这个叫严胜华的凭什么来实习啊？杨太太真的非常抱歉，学校一定会记过处分，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对不起，你们医院实习生也不挑的，简直乱七八糟。对不起，捡钱哦，吓我一跳，你是中邪哦。 我刚听到声音，以为发生什么事情才进来的。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是你家钥匙吧？昨天掉在我车上。谢谢。你还会煮饭哦？我不会，平常是我妈在煮，但是她今天不在。 你不是特地来还我钥匙的吧？我真的是来还钥匙的。我想说，既然要来了，你有没有严胜华的东西？给我看一下。你是会还是不会？我就想试着煮几道菜而已。你看完照片可以先走了吧？我这么不受欢迎哦。我看我帮你好了啦。 我手脚很快，你不是受伤？好吃耶！来，叫你弟出来一起吃。林正业，林正业，最近他老是这样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煮的这么辛苦，你不发表一点评价哦？很好吃。 我跟你讲啦，我七岁开始就开始煮饭给我弟妹吃。派出所尾牙的时候，有几道菜也是我煮的。你弟这样多久了？有看医生吗？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？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才想要帮助他慢慢走出来。 应该是不难啦，只要找到关键，打开那道门，就可以走进去了。我跟你说哦，你不要看我好像很粗鲁的样子，那海产摊客人吵架、喝醉酒，都是我协调的。派出所每天一堆事情要处理，同事有问题也会问我。 你想找人聊天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好，谢谢你让我一起跟你找线索。喂，学弟，怎么样？我马上回去。对了，谢老师的命案，我还能帮你什么吗？你可以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有些时候。 不起眼的小事，反而是破案的关键。我先走喽。有些时候，不起眼的小事，反而是破案的关键。警察结案说是意外，他爸爸就把车子拿去报废了。林小姐，你的车已经压成废铁了。送来的时候。 车头撞的歪七扭八的，你看，车行老板应该是认为你修车不划算，所以建议你爸爸直接送过来。车里的东西都在这里，原本是要通知你来拿，可是我一忙就忘了。这些你今天要拿回去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脑子里面一直有个画面很清楚。 严胜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来找我。那些回忆说不定是你的幻想。我在严胜华的名片找到这支号码。你知道谢老师发生什么事吧？你弟弟这一阵子有没有哪里跟以前不太一样？上次遇到的那个警察，他好像在调查吧？ 你觉得爸跟命案有关吗？林永胜。你是严胜华。